唔分析好耐噶。除此之外咧，佢哋可以喺短嘅時間裏分析到人嘅性格，睇得出一個人嘅優點同埋缺點，但係佢哋好少講出嚟嘅，因為啲包容性好高。如果係提你嘅缺點係咩咧，佢絕對係專事嘅。另外一個山羊座嘅特質咧，就係佢哋啲包容性高，所以佢哋無論貧窮或者富有，都會做朋友，非常之高。大家不妨喺呢方面向佢哋學習啦。下一集就同大家講下其他嘅星座啊。哎呀，翻工成日企，手工青筋起，又攰又醉，手工强起血糖，就有 MBX 配方，促进脚部血液循环，帮你舒缓青筋痛楚。只要青筋脚痹，就要即刻处理，特强起血糖。食盐特分功能全新的版本，下单一个盐特分功能产品$15，就可以收金正收成奖，仲快去买！插主关地安时，肝脏会积聚毒素。Open up, unleash the new sexiness in you. New sexy cushion.New sexy. Wow. Trance. 健康并环保同时，我要食心肉。我一隻手又擠唔落，我認得，我認得，一條叉入嚟一個，真正入製火鍋，我可以製十蚊，我唔知啊，我唔可以認得到我手揾唔到個掣，90%得啦，我見到佢啦，我我去到公路新光落斜咁樣落底。蔡枫华嘅演唱会 ，Awesome Can。三合一抗晒之下，面面俱上。保护细胞，免受阳光伤害。同时之下，瞬间打造明亮肿瘤。狂狂，是杀到你。
个月我们会做一次定期完成检查，最好要定期要实地检查。我觉得你样噶。零一零，零一零，三一三 ，Only Oreo。而家买 Oreo 仲可以参加百几蚊嘅大抽奖，随时买 Apple Air 同埋特特书，仲快啲食多片 Oreo。要咩啊，星伟？嘉玲呢部嘢好犀利噶，帮你短暂啲毛毛。科医生测试过都合格噶，用咗湛光屏幕技术，咁多细就搞掂。市长而家用紧，你都快啲嚟免费体验啦。担心你的小朋友受到流感的威胁，你需要加护理智，利用自抗菌粒子消灭室内的细菌和病毒，令你的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。对抗流感，加护理智仲是日本 No.1 添。新界为不同地区提供优质服务，运通泰私人贷款楼宇按揭贴心服务专程为你，贷款热线23919388。咁多好机会，我觉得我哋好好。当你入翻去，好似有十年嘅感觉。如果我当初系佢真系拒绝嘅话咧，我谂我定会同佢讲咗。我个心情系想跟佢哥哥继续好朋友。两款难以置信嘅眼妆，嚟自一支天才铲头。纽用一，令睫毛纤长浓密。纽用二，睫毛变淡。睇到啦，唔知几时会喉咙痛，明啲嚟。有专家都用嘅得我的防身，随时随地有效治愈喉咙，一锤变。专家都用得我的，更系要长身大平。随时重温 Sony 全新 PG 三十，来自高质投影功能，摄录分享一机过，处处投个开心。第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是每个钟28元，雇主每个量期俾雇员嘅人工平均每个钟唔能够少过28元，低过最低工资即系食物都系咁。点算啊，医生？过敏性鼻炎十分影响日常生活。世卫专家指出，消炎喷鼻剂系对付鼻敏感最有效嘅药物。快啲问下医生啦！要靓得健康字，不如搞我嚟啦！好啦，喷鼻炎味全身高纤配方，加入多个活络生长嘅膳食纤维，有助肠道消化，鼻鼻少脂肪。阿红龙话都 happy 啦，依家由底靓出嚟啦！好耐冇换境。保护地球。咁我哋嘅成績點先？我哋一家人好叻啊！爺爺買外賣，先得自備食物盒；爹哋用電腦回教低光度；蝦面得嚟又保護到眼睛。媽咪咧？我睇下我身邊有一啲得意又有用嘅一啲減碳 idea 嘅話咧，記得拍攝短片同大家分享喎。你只要喺2月16日到4月15日期間，將你哋嘅短片上傳到以下嘅呢一個網址。就填咗一個好簡單嘅表格，有機會可以得到100個環保資訊嘅話咧，不如留意一下低碳生活養生網嘅同事系列，因為隨時都可以啟發到更加多嘅減碳行動噶。大家一齊支持低碳生活，支持低碳生活嘅香港同事系列，同事一有四餐，全體都認為環保新生代、環保家居、低碳經濟同埋綠色城市生活，而正於各大書店發售，詳情只參閱網址。家你可以拥有均匀透亮的肌肤，Clinique亮白精华 CL 3.2 短短几星期修复旧油
伤害，健康更透亮。两个位置，两肌精华素，便利。Yeah.
人體入面有嘅消化酶，即係酵素，係幫助我哋消化吸收食物。體內嘅酵素精華透析越多，有助毒素代謝排泄，自然係抗力越強。可以飲用混合新鮮蔬果發酵而成嘅體溶酵精，再配合光波緊膚瘦身療程，有助收緊鬆軟嘅聚肉，令皮膚回復彈性。我身瘦身療程十日瘦十斤，只需1988，喺隔離不二零零八二一啦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場合咧，我哋都會一齊去飲酒啦。咁其實點樣我哋可以對呢一方面更加認識、更加有研究咧？啊，吳生麻煩幫我哋講講啦。其實而家好多酒樓咧都會提供一啲免費試酒嘅服務啦。咁我哋公司咧每個月定期咧都有一啲免費試酒會，同埋一啲紅酒嘅課程會俾我哋嘅顧客啦。咁藉住嗰個試酒會咧，我哋通常都有唔同嘅品種俾佢提供免費嘅試咯。咁可以等佢試翻自己嘅口味咯。其實一紅酒咧係好主觀嘅，咁每個人個 taste 都唔同，咁所以就藉住試酒會咧，你可以試到每一隻酒嘅特性啦，同埋有專人去講解，咁啊令你更加容易揾到你自己中意嘅紅酒咯，就冇俾你身邊人傾緊佢冇個人化咯。咁近年咧，除咗我哋會講佢飲紅酒之外，有我哋咧自身之外咧，仲話可以用紅酒嚟投資喎。咁我都想請問下吳生咧，點樣攞紅酒作為投資嘅工具咧？近呢幾年咧，自從換咗紅酒税之外咧，就好多人都開始飲紅酒個成績升值咗好多，尤其是以Chocolat片嚟計啦，咁佢由短短3000蚊已經升到佢接近差唔多8000蚊，咁個升幅咧就接近40%。咁啊，正正點解有咁嘅升幅咧？就係因為好多時中毒嘅台灣麵包咧，而家開始火起來，咁佢對呢啲奢侈品嘅需求咧越嚟越大啦。咁如果我哋投資紅酒方面咧，一定要留意酒莊啦。咁我哋一般其實而家全世界咧都係比較側重於法國酒啦，波爾多或者水平啦，咁啊，所以一定要理解翻法國酒嘅酒莊嘅歷史啦，同埋酒咧係好睇嗰個收成，每一年嗰個收成好唔同，咁一定要了解翻當年同埋啲酒名家嘅分別。一支靚嘅紅酒，可以嘅生命周期咧，其實可以去到50年咁樣嘅，咁所以佢嗰個 life cycle， 咁所以就一定要留意翻。佢嗰個酒店加分數，咁啊呢個係好影響到佢第三嘅升值。咁同埋紅酒最好嘅處理方就係，萬一你投資失敗咗咯，都可以借飲咯，咁都結果得咗1%啦。咁但係一定要好小心去篩選啦。Thank you.
MPS 配方，促进脚部血液循环，帮你舒缓青筋痛楚。少少青筋脚痹就要即刻处理，特强起联堂。身边嘅小朋友受到流感嘅威胁，你需要加护理治。利用自抗粉粒子消灭室内嘅细菌同病毒，令你嘅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。对抗流感，加护理治仲系日本 number one 添。今日香港第54届嘅体育盛典，享受健康，欢迎你参加中意香港体育节。开幕喺3月13日，响沙田大会堂举行。整个理念俾好多啲市民去参与。中文香港第54届周年开幕活动节目公布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同我哋一齐参与中文香港第54届体育节啦！上注纯胶原蛋白，保护紧致引擎，含住90%高浓度胶原蛋白嘅顶级生物功效，凝聚到胶壁，并落到全城最具公信力美容品牌。国际级权威杂志一次选为最受欢迎三个月引擎，彻底占领潮流同吸引蛋白屏，自尊心功效一次创新，能震全球。
刷牙，啱啱入完橙汁，係唔應該即刻刷牙噶。因為呢類免疫性低嘅酸性飲品會導致白紅質軟化，有機會引起敏感牙齒，最好一個鐘頭後先刷牙。資訊由黑人國敏感大學提供。食健達君品牌最新嘅日本版，下位嘅可以達君品牌產品每$10，就可以參加直播抽獎，仲快啲嚟買！两款难以置信的眼妆来自一支天才铲头，纽度一令睫毛纤长浓密，纽度二睫毛变得纤长分明，是一支除皮调教的睫毛膏，全新 Revlon 精彩造型睫毛膏。看到啦，知几时会喉咙痛？明啲嚟，有專家要用嘅德國定抗生素，隨時隨地有效治療喉嚨。繼續呢邊。專家要用德國定，又係要隨身帶定。18元乘以佢喺兩年內嘅總工作總數，僱員收到嘅人工。
喺人体入面有消化酶，即系酵素，系帮助我哋消化吸收食物。